在这么欢喜感恩的时刻，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足以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精气神所展现的华藏世界古树击鼓队乐队为大会开场所带来的迎宾鼓。尊敬的上敬下空老和尚，敬爱的陈总裁、谢执行长，各位现场的贵宾，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学长们将带来这首很适合在年节喜庆中表演的曲目《醒狮锣鼓》。田真锣鼓庆，千祥云集天地欢，万马奔腾展宏图。非常感谢华藏世界古树集乐队带来如此振奋人心、不同凡响的开场表演，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他们。扶正吹邪弘圣教，安邦护国度群迷，是净空老和尚于2003年为华藏卫视所亲题的开台宗旨，也是华藏卫视成立开播的历史使命与任务。华藏卫视在陈彩琼总裁以及谢文君执行长的带领下成立开播，迈入圆满第12年。在华藏卫视迈入第12年的这个特别时刻，我们特别恭请华藏卫视的大家长陈彩琼总裁上台为我们致辞，有请陈总裁。尊敬的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强地玛法师，还有尊敬的各位民意代表，我们要在这里恭敬的啊，真的是礼敬各位贵宾来到我们华藏卫视12周年啊，12周年庆，还有我们新春的这个感恩祈福点灯会啊，还有我们有很多位从澳洲来的嘉宾，还有各位同修大德们，还有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嘛啊是啊农历春节的啊，春节的可以说是在我们农历啊这个小过年啊，1月15号是小过年。那么呢，小过年之前，我们大家
都还是在庆祝春节的气氛。我在这儿再次的祝福各位新春愉快，那么呢祝福各位一切都吉祥如意，那么在这个马年呢，大家都马力全开，那马到成功，一切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吉祥如意。那么呢，今天是华章卫视12周年庆，那么在这里呢，我很感恩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个庆典。那么呢，华章卫视是12年前，当时呢，我是在美国，我是一个美国华侨。那么我成立华章卫视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上敬下空老和尚，我跟上敬下空老和尚有30多年了。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把他的讲经说法放上净虚空遍法界，放上电视台，可以使整个世界宇宙的磁场会更好，一切会更祥和。所以这是我成立华章卫视的原因。那么呢，静音呢，就是美国的911恐怖灾难。那一次911恐怖灾难给我很大的震撼，也给我很大的启示，很大的惊吓。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发了愿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电视台做出来，来播放我们上敬下空老和尚的讲经说法。我们最主要的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让虚空法界众生都能够听闻到佛法，让整个宇宙空间的磁场能够改善，而且我们为众生要消灾免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因为911的恐怖灾难，所以我当时也发了很大的愿，我们需要化解全世界的恐怖灾难，那么让整个世界宇宙的磁场能够更祥和。所以呢，当时呢，我就跟我的同修，我的先生谢居士，我跟他说，你给我准备一笔钱，我要回到台湾，要成立一个电视台来播放我们的老和尚的讲经说法。所以就这样子，我从美国回到了台湾，花了1年多的时间把华章卫视给开播了。那么呢，华章卫视呢，现在看的人很多，我们全世界有7颗卫星在播放。那么呢，每天24小时播放我们的老和尚上敬下空老和尚的讲经说法。那么呢，这个电视台很多人跟我说，这个电视台是老少咸宜的。怎么讲呢？因为从这个老人家，他们很喜欢看，很喜欢听经闻法，那么青年人呢也喜欢看，最重要的就是有1-2岁的这个小朋友，他的妈妈跟我们说，只要他们在哭的时候打开华章卫视，那他们就不哭了。还有3-4岁的小孩，他们呢一定要看拜拜那一台，看到了师父在那里讲经，他们就对着电视台拜，他们说看拜拜那一台。所以呢，这个电视台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而且呢，我还听说了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他们家里本来这个夫妻常常吵架，小孩不听话，他说自从华章卫视开播之后，他们常常的在听，家里的气氛呢祥和多了，小孩也听话多了，那么呢，夫妻也比较好了，不再常常吵架了。所以这是不是老中青都需要看的一个电视台呢？是不是呢？还有我们这个电视台虽然是这老和尚讲经说法是佛，大家都把它定义为佛教台，但是呢，我们在美国，我听到很多的朋友跟我说，他是基督教，他是天主教，可是呢，他也在看这个华藏电视，也在听净空老和尚的讲经说法。他说他们越听越喜欢，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好像不是宗教的，是在讲教育的，因为我们老和尚在讲的是道德伦理因果教育的延伸，也就是佛教的这个精髓。事实上，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的教化。那么我们老和尚再把它在电视台再跟大家讲解，所以呢，很多天主教、基督教，甚至于回教的朋友都在看这个电视台。还有人告诉我，
他们说啊，这个电视台，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要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看。为什么呢？心情好的时候你看，哎呀，真的是老和尚讲得很好，每一句都会打动他们的心。那么心情不好的呢，也要看。为什么呢？因为就有人打电话跟我说啊，他说啊，还好他在两三天前他打开了这个电视台看了、啊。那么呢，当时老和尚在讲经，我忘，他说讲哪一部经，他当时跟我讲，但是我忘掉了。他说在讲经的时候呢，有几句话打动了他。他说要不然啊，他现在已经是不在人间了，因为三天前他想要自杀，结果他偶尔打开这个电视台一看呢，老和尚在讲经，其中的几句话打动了他，所以呢，他就啊珍惜性命，珍惜自己。那么现在呢，他说他活得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一定要看华藏卫视。所以说是不是心情好要看，心情不好更要看，对不？还有朋友，一些朋友告诉我，他说啊，你有问题的时候更要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他们说他们心里有千千结，不晓得怎么解开，无意中呢就打开华藏卫视。我们现在华藏卫视102台，他说打开了以后呢，他看到老和尚在讲经，那么呢，其中就有几句话正是他要的答案。所以说啊，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讲，不只是几百个、几千个人啊，他们都跟我讲，老和尚是有他心通，他呢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所以他打开电视台一听，哎，他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啊，还有人跟我说啊，他说他每天看5个小时，有人说每天看8个小时，他说啊，他其他的，哎呀，看了他就觉得心情不是很好。那么呢，他看了华藏卫视，他说，哎呀，他这个教化好像整个心情都平静下来了。也有人告诉我说，他每天上班很累，回到家里一定要打开华藏卫视，把心清静下来，然后呢，他才睡得着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起来打开电视听老和尚讲经。所以不管你晚上睡得着觉睡不着觉，都打开华藏卫视，你都可以得到你的答案。还有啊，还有人跟我讲啊，他说啊，这个那个，这是那个我们系统台人跟我说，他说啊，你们华藏卫视啊，他是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他说人家现在啊打电话来到他们系统台去问啊，因为有的时候电视会有一点问题，比如说这个卫星上面上电有一点问题，或是有什么他们机器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打电话到这个系统台去求证。结果呢，他们一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讲哪一台，他们讲说为什么华藏台怎么现在看不清楚，你们怎么搞的？他说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而且每个人讲都是说华藏台华藏台，他们那个系统台跟我们说，你们华藏台变成了专有名词，人家不是说讲第几台，而是讲华藏台。所以啊，可以说啊，这个华藏台啊，真的是现在啊，好像是成为台湾啊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啊。那么呢，不只是这样子啊，在国外啊，不只是我们人间的，其实华藏台现在不是人间的众生在看呢、啊，虚空法界很多众生也在看呢、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刚开播没几个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美国达纳斯的这个服务中心的人跟我说，他说好像南美洲的人看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我说哦这样子啊，他说那这样是不是我们那边可以不播放，可以省钱嘛，上那么多颗卫星很花钱嘛。我说哦好吧，那明天我们9点钟再研究看看嘛。结果明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到办公室，我们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人就打电话跟我说，今天很奇怪的，很多电话都说他们是从阿根廷啦、啊，从那巴西啦、啊，从哪里，这都是南美洲的这些同修打电话来的，而且都说他们在看华藏卫视。他说跟平常不一样，电话很多通很多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你们谁说没有人在看呐、啊？这么多人在看呐、啊！啊，事实上我在想啊，这些打电话来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想说那边没有人在看？结果呢，是那么多的电话打进来，他们说大概10分钟的时间，大概有几百通的电话。我说啊，这些电话也许
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也许是从我们所不知的西空华界打来的，但是这个例子我们很多很多。所以啊，这个华藏卫星电视台啊，现在啊是做到第12年了，不只是人道众生在观看，我们法界众生也有很多人在观，很多众生在观看。所以说啊，我们啊真的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庆贺这个12周年，我们最应该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我们的佛世尊，我们的天人师，我们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有老和尚的慈悲愿啊，在电视台这么样的度化众生，才会有华藏卫视12周年的啊这个庆典。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应该大家以最虔诚的热烈的恭敬心来啊迎来祈请我们的大家长啊，我们华藏卫视的大家长，我们华藏卫视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来给大家开示，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恭请老和尚上台为大家开示。更早的缘起啊，我利用这个时间呢跟诸位简单的介绍。早年我们没有接触到佛教，总认为宗教都是迷信，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念头想去接触宗教啊。二战结束之后，我在南京读书，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面啊，非常要好的同学，他兄弟姐妹8个人啊，一家了挺热闹的啊，家里还有个祖母啊，所以我跟他们也就变成一家人了啊。这个同学是抗战时期在贵州那个时候同学，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南京呢，我们又在一个学校读书啊，所以非常亲戚，比亲兄弟还好啊。那么他还在，现在在福建啊，他是一位医生，我们同班同学。这个家庭呢是个多元文化的家庭，他的老祖祖母是佛教徒啊，而且是吃常斋的啊素食，他父亲啊是伊斯兰教，他妈妈是基督教，是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在他家里住了1年呢，也就接受了多元文化的熏陶啊。我对于伊斯兰教跟基督教非常尊重。那么老太太念佛了，我们不知道佛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对老人很尊敬啊，中国人讲孝亲尊师啊。那么一直到49年啊，49年我到
台湾，民国38年，三这个四年之后，啊，应该是34年，我住在台北，啊，亲近方东美先生，我跟他学哲学。非常难得，他的确是很慈悲，爱护年轻人，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分了5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感到很讶异，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的神太多了，啊，很多进到寺庙你都看到，啊，那么这种多神教、泛神教就属于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啊，方先生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懂啊，啊，他说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说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我就很留意，因为我跟方老师的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他家里上的，啊，这是很特殊的，啊，也是我无法想象的。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学生就我一个，啊，所以我在他家里学的。我就很留意，啊，因为常常到他家里，他家里我很熟，我就注意老师的书房，他的书桌上放了些什么书。确实从来没有少过佛的经典，他对于佛教经典真下功夫，啊，一般出家人无法跟他相比，啊，许许多多重要的经文他都能背诵，啊，他真学给我们的信心，如果他叫我学他自己没有真干，我就不相信了，啊，他自己真干。我是从这里入门的，啊，所以受方老师的影响，整整3年，把佛法看作哲学。啊，以后亲近张家大师，才知道，啊，真的是方先生所说的，不但是哲学，是最高的哲学。那么学了60年。从方老师给我开这个门课到现在63年，63年前的事情，啊，那么经过这63年呢，我又知道了佛教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而且是最高的科学，啊，现代量子物理学家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全在佛经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它离开宗教，它变成高等科学，啊，这个是可以能够想象得到的。科学哲学研究什么？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最高的目标。那么它在社会上的用途，它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佛教普世教育，啊，普世普遍整个世界乃至于
遍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他讲全宇宙啊，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离一切苦，究竟苦，佛说的是六道轮回。如果不超越六道轮回，你离苦啊不干净，总还有拖泥带水啊，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苦，完全脱离苦一定要离开六道轮回啊。那么苦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苦从迷惑来的，对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那后面的感应就是苦。那六道十法界统统是苦，换一句话说，在真实的宇宙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佛在经典把六道轮回十法界比喻作梦境啊，梦中游啊，醒过来痕迹都找不到啊，六道十法界的真相如实啊。啊，那么他用的手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手段就是破迷开悟啊。那破迷开悟就是今天讲的科学跟哲学啊。那么这是少数人，不是普遍人都能学习的，因为它太高深了啊。那么普世的教育，我们今天讲国民教育，做人的基本教育，或是普世教育里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这个跟中国儒家学说完全相同啊。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世界和谐，世界是一家啊，弟子规上说的凡是人皆学爱。那么中国一套很有系统的学说啊，是做人从哪里做起？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全世界的人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是地球的盛世，地球的大治啊。能不能实行呢？如是做了，没有明确啊，实在是明确，我们没看懂啊。佛讲得清楚，用什么方法落实在教学，教学为先呢？中国古人讲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那我在马来西亚跟我们华校的老师校长400多人做了一次非常恳切的谈话，我提出10个教学危险啊，最后祝福插图教学危险，极乐世界教学危险。我们在一些大乘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诸佛国土，总是说这些诸佛如来经现在说法啊。所以中国人有智慧，懂得教学啊。前几年我在澳洲
南昆大的校长请我吃饭，有几位教授啊陪同，里面有一位是南昆大的教务长，他告诉我，他说在二战之前，欧洲啊有一些学者非常认真研究一个课题，就是地球上四个古代文明，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研究这个专题费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最后的结论呢，他说可能是中国人懂得，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懂得教学，特别是这个家庭教育，所以这个古文明还继续存在。啊，当时我告诉教务长，我说这个结论正确，非常正确，确确实实，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是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的。啊，他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果，世世代代传下来。啊，每一个朝代都有很长一段时间长治久安，怎么造成的？教育造成的。啊，什么教育造成的？家庭教育造成的。啊，中国古代教育是家庭负责，不是国家。啊，所以中国的家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啊，中国家是大家庭，啊，不是小家庭，兄弟不分家的。啊，一个家庭十几个兄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那么这十几个兄弟的时候不分家，世世代代言传，所以大家庭都是五代同堂，六代人就太多了，就分支了。你看我们的家谱，家谱一行就是五代，到第六代另外一行了。啊，一般家庭应该都有300多人。啊，望族人丁兴旺有700-800人。啊，小的衰的也有100多200-200人的样子。这不是小，不是普通家庭的，这是社会组织啊。所以能治家就能治国。啊，就齐家治国。齐家治国在外国讲不通的。外国小家庭父亲两个带小孩，他怎么治国啊？啊，中国的家庭不一样，所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家了是非常有道理。啊，家才是真正团结，它有家道。啊，没有道，这家就不能建立。有家规，《弟子规》是共同家规，每一家都必须要学的。啊，从老到少，个个都要遵守，不是只教小孩。老人做榜样，老人没有做到，小孩不听话，全家人都要学习。另外还有他自己，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学习，这个事业，有不同的学术啊，所以他还有单独他自己的家规，在家谱上都能看到。家谱是家庭的历史，我们从家谱上追溯，大概汉族以前的百家姓，400多个姓氏，我相信都是一家人。啊，都是炎黄子孙、伏羲氏的后代。啊，一家人呐，啊，一家人这就是讲关系、伦理关系、五伦。啊，
五伦是关系，五常是做人基本要求的品德，仁义礼智信，跟佛教的五戒完全相同。啊，儒家讲仁，佛家讲不杀生。啊，儒家讲义，佛家讲不偷盗，不偷的不能占别人便宜，有想占便宜的念头叫盗心。啊，虽然没有道的行为，你心里都犯盗戒。啊，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所以跟佛的五戒完全相同。啊，那么佛教的教育比中国传统讲的更清楚，啊，更深入。啊，他讲关系是讲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这讲绝了，没有法子讲得更圆满了。啊，是一体。啊，为什么一体？佛经上常常有一句话，啊，大家都会记得很清楚，因为它重复太多遍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由心转。色由心生，相由心生。他讲的色跟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啊，那么佛教对这个桩事情听得很习惯，也没有人去深究物质怎么从念头来的。我们有怀疑。有怀疑，啊，这个是这个问题。佛经上告诉我，什么时候你看到物质是由念头变过来的，叫八地以上，八地菩萨以上的九地、十地等觉，啊，佛这五个位次的人通通看到。他怎么看到？甚深禅定，啊，所以他是用内功，不是科学仪器，也不是数学的推演，不是，他是从禅定当中看到的。那么定的等级，在华严经上讲，52个等级，啊，那么这是52个等级最高的5个等级，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可是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啊，我看的报告是前几年看到的，德国普朗克的报告，啊，普朗克博士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是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谜底被他揭穿了，啊，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方法相同。啊，就是把这个物体分析，再分析，啊，找出最小的物质现象。这个最小的物质现象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空了。啊，佛法叫即微色，叫灵虚尘，啊，它跟虚空做邻居，再分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科学家找到了，啊，科学的名称。叫微中子，啊，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这个东西再把它分，果然是的，物质没有了。看到什么东西呢？意念波动的现象，这才知道物质是假的，啊，所以他的结论：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这是个幻象。从哪里来的？念头当中产生的，啊，这就是证明了佛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这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第二个念头从哪里来的？
现在科学还没有结论啊，但是只知道有个现象，它生灭的频率太快了啊，出生立刻好像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个佛在《楞严经》上有一句话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看，啊，这个现象被科学家看到了。啊，频率多高呢？佛经上有，不是没有。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啊。这里问三个问题，都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佛教心理学专家，我们用心理学大家好懂啊，这心理学专家啊，这个法相唯识宗的大师。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320兆分之1，那叫一年。啊，那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我说至少会弹5次，那就乘5，就变成。1600兆，啊，换句话说，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这是念头的生命，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前，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我们坐高铁，高铁最快的速度300公里，300公里是我们看外面的电线杆，看不到了，只觉得有个东西晃一下过去了，什么都没有看到。你看这个电线杆距离并不远，好像50米的时候一根电线杆你就看不到了，现在速度要加到1600兆分之1秒，看完全看不见啊。所以真相在哪里？就在眼前，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摸不到啊。所以我们才想到那个修定的人，修到第8地那个定功，跟自信本定非常接触，非常这个接近，他们能看到啊。这也就是说明佛陀不是说假话，不是我一个人见到，5种人都见到啊，你们证到这个境界，自己去见到了，啊，没有想到现在科学家能用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用数学去推断，有这个可能，把它找出来了。这是向外，科学是向外求的，佛法是向内求的，内求起作用，外求自己得不到受用。啊，为什么？你看看，今天量子力学家达到8地菩萨这个境界，8地菩萨看到太能看到，但是8地菩萨有神通，科学家没有神通，啊，这就是不，他不起作用，他虽然看到了，真正受用得不到。啊，用内功的话就是有神通。啊，这52个阶级就是定功的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像我们要学校来比的是小学1年级。啊，把那个博士班的时候，博士那是最高的第52个年级。啊，第52。小学1年级初信位的菩萨。他恢复2个能力，一个天眼，一个天耳。啊，天眼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他能看见；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见。
啊，你的朋友在美国说话不用用电手机，不需要用啊，他讲话你听得见。啊，这个墙壁跟下楼底下在干什么？往下看，透明的，没有障碍。下一层人在干什么？啊，粗性味的菩萨就有这个能力，这能力就恢复了。所以用内功比向外求啊，那强得多了。啊，所以佛法的功夫，啊，教我们了解全宇宙的事实真相。用什么方法？用禅定。所以他的教学的理念，应接得定，应定开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走这个路，啊，叫你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其如静定，入定得到定之后的时候，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啊，我们想到美国去，念头想人身体已经在美国了，啊，不需要交通工具，啊，这是什么？这是你真正得到受用，啊，整个宇宙就像很完美精密的电脑一样，任何地方一点触动全部都知道，啊，信息马上就贯穿了，啊，所以佛家讲全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儒家没有讲到这个，儒家讲的五种关系，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讲这五种关系，啊，一家人。佛法讲一体，比一家人还要高，根本就是一体，啊，所以智慧是一体，能量是一体，啊，德行是一体，相好是一体，啊，根本没有差别，人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中国人讲的人性本善非常接近，佛讲得清楚，儒只提了个纲领没有细说，所以佛教到中国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提升了，啊，那么这也是中国人心量很大，能包容异族文化，我排斥，啊，那就是指的是印度的佛教，中国完全接受了，现在印度没有了，说大乘佛法全在中国，啊，这种教学的方法非常高明。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文化恢复？那中国人前途是无量的，会带给全世界安定和谐。啊，尤其是佛法说得这么透彻，说得这么详细，啊，重要的我们真肯学，我们要把它落实，我们要做到，才能得受用。啊，那么汤恩比博士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是什么？大乘佛法又是什么？要不讲清楚、讲明白，没有人相信。啊，那么今天要人相信，要做出实验。那科学头一个是拿证据来，我就相信，没证据就不相信，所以要有几个真正开悟的人，啊，他就相信了，啊，怎么有几个真正开悟的他不能接受啊，啊，真能开悟，啊，大彻
彻大悟难，小悟大悟不难。啊，怎么开悟的？开悟要靠放下。啊，那么中国人教学是身先教育，古时候读书志在身先，佛教的教育志在成佛。啊，成佛就是用现在的话去成就究竟圆满的科学跟哲学，达到登峰造极，那就是成佛。在理论上说，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完全相同。啊，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但是妄想、烦恼、习气，啊，我们熏习的时间太久了，太长了，不容易断。这个东西就是障碍。如果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佛告诉我们，你就成就了。啊，为什么？自信是本有的，真心是本有的。啊，既然真心是本有的，那么我们真心里面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为什么不能现前？这有障碍。啊，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了。啊，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在中国用了2000年。过去的人真正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他确实大彻大悟。你去问他，无论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他都能答复你，而且答复的跟经典所说的一模一样。啊，这个就是证明啊，真管用啊！啊，为什么他能放下？为什么我们不肯放下？我们放下就成佛了。成佛不在乎啊，念经学法门学多少啊，不在乎这些，完全在放下。对，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能大师怎么成就的？他在黄梅8个月。五祖叫他干什么？到对方冲泥破柴，冲泥破柴能成佛。那为什么？他会呀，冲泥破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所以大乘教说，你要是会，哪一法不是佛法？冲泥破柴是佛法。你要不会呢？华严法华、净土大乘经论都不是佛法，你开不了悟嘛。啊，关键在会跟不会，会就是放下，啊，不会又放不下。关键在此点，会的法法都是佛法。你说基督教，我念基督能不能成佛？能。啊，伊斯兰教念真主也能成佛。只要你能够念的时候，你的目的是把妄想念掉，分别念掉，执着念掉，就成功了。所以说哪一法不说，法法皆是佛法。啊，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举现在大家都看电视，会看电视，看电视都能成佛。那不会看的，你心随他转，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这不行，你反复，你是心随境转的。那个会看的是不随境转的。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
我跟大家分享，常常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来对应佛经上所说的，啊，希望大家常常听经，啊，你常常听到我，我也是不断提升，啊，一年比一年提升，啊，就快乐无比了。好，谢谢大家。非常谢谢金光老和尚。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今天的贵宾吴副总统来我们致辞讲话和开始，有请吴副总统。上敬下恭法师，陈总裁，谢执行长，徐立伟、林立伟，各位贵宾，特别是啊，我们江敏君教授是荣誉主持人啊，还有田委员啊，还有柯先生、柯医师啊，还有哎，石平兄，李教授来，今天是新年开春啊，刚才我在台下看到88岁的净空法师脸色红润，宝相庄严，真的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尤其他是我们国内外大家都非常敬重的，可以说在佛教界是万众八方，还不是只有万众一方而已，很重要的华藏电视台跟世界电视台今年刚好12周年，12不只是一个吉祥数，而且是一周天寻而复始，这个是一路发到底，88岁就是发到底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净空这两个字都是我们不论是儒家或者道家或者佛家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因为唯有净它才能一尘不染，唯有空才能包容万物，所以我们看到净空老和尚他可以讲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个是大乘佛教的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用非常崇敬感谢的心情，第一要祝贺净空大和尚身体健康，佛法精通，普照众生。第二，要祝华藏电视还有世界电视能够弘扬佛法，把人生真诚至善的道理用最贴切最能够让庶民听得懂的方式，让大家体会一切有为法都必须从心出发，只有心能够完全沉静，它能包容万物，才能自我成长，才能利己又能利他。我觉得这个电视台是全家可以一起看，看了不会学坏的电视台。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智慧增长，平安喜乐，吉祥如意，谢谢。非常谢谢吴副总统，那么给我们这么好的祝福。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切的根本，那么美国最伟大的教育学者 William Ward 曾经说，他把老师分成四大类，我长话短说。第一种 mediocre， 就平庸的老师呢 tells， good teacher demonstrate， superior teacher explains，
and great teacher inspires. 他的意思就是经师言教，人师身教，良师开示，大师开悟。那么我们的教育部长吴清济部长呢，他称得上是大师。我们接下来请大师在教育的体系上面我们开悟，有请吴清济吴部长，谢谢。净空老和尚，我们副总统，还有我们总裁、执行长，各位立委，各位民意代表，各位贵宾，各位同修，这位大德，阿弥陀佛。因为事先我没有被告知要上台致辞，我想这样一个严肃的一个场合，在我们总裁老和尚跟副总统讲完之后，应该就是接着要进行这个对谈，所以没有心理准备。但是确实对于华藏世界教育基金会这12年来，从华藏卫视以及世界电视台这样的传道，这样的奖金，透过净空老和尚对全世界5大洲7颗人造卫星24小时这样传达大乘佛法以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这样伟大的一个贡献，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恩。刚刚老和尚也谈到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谈到的21世纪人类文明世界和平的再造，必须透过中华孔孟学说及佛法大圣，那么佛法呢来加以发扬光大。我相信人性本善，透过佛法，透过教育，可以把人的本性呢加以发扬出来。人与人之间能够经过道德品德，能够经由呢修心养性，能够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刚刚师父也对这个平天下做了最好的一个诠释，平天下是要去平等对待世界各国，平天下是要去让整个世界的民主能够和睦相处，让人与人之间能够过得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想宗教会让我们这个本性能够提升，教育会让人成人之美，让大家过得更好。今天我们举行这个12周年的这个台庆，同时呢也办理呢这个点灯祈福感恩的一个大会。我们谢谢师父从国外普普风尘赶回，也谢谢我们副总统百忙当中抽空来给予这个鼓励，谢谢各位民意代表，谢谢各位大德的一个扶持，让中华文化能够再度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合平台把它打造，让人类会更好。谢谢，阿弥陀佛。非常感谢吴清济部长，我们接下来请许天才学委员为我们祝福，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首先恭喜我们华藏卫视生日快乐，万寿无疆。最近流行一句网络的传言，天下本无事，除非看电视。但是所有华藏卫视的观众朋友一定会说，天下本无事，除非不看华藏卫视。刚才陈总裁也提到12年来造福整个人类，晚上睡不着觉的要看，睡着觉的要看，生活愉快的要看，生活不如意的要看。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向台湾2300万的乡亲大声的说，选举不选举的时候要看，选举到的时候更要看。
为什么我这样讲啊？2004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台湾政治啊选举乱到最极点，大家最困惑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在地理国家地理频道做事，他说他们的收视率啊，哦，台湾选情啊越激烈啊，他们的收视率越高。这个国家地理频道为什么？因为大家真的不希望这个无厘头的这个对骂，然后大声的这个啊对这种叫，真理不是用骂出来的，人才不是用叫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选贤与能啊，应该是大家重新里面去追求真正的真善美圣是什么。选举不应该靠造势，因为有财力的人一定会把造势造得最成功。选举也不应该是靠魅力，因为魅力是一阵咸风，会让大家昏得头。那显贤以能，其实就是我们儒家这样几千年来传统的一个价值的中心。因为要实施民主的政治，当然要选举。选举呢，如果不能显贤以能，那这个选举就沦为什么？沦为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来庆祝、来感恩华藏卫视12年来的贡献，我在这里也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这个几十年来大家不敢开不成的一条路，就是今天的这个台南市的西门路一段。为什么？因为那一条路的这个路基啊，是200多年以来的这个南山公墓，清朝以来就有那个大公墓。很多这个乡亲跟我讲，你不要开那条路，你开了以后你会麻烦很大。我说为什么？因为葬在那一块地上的好几层啊，你挖不完的，清不完的。但是交通是造福，交通是造福，那么造福怎么会造孽呢？所以还是把它开了。但是开了以后大家还是很不安，那不晓得是什么力量啊，或是什么原因啊，净空老和尚啊指示他的徒弟说他要到现场开个法会。净空法师还记得吗？对不对？哦，那一天开法会啊，其实已经黄昏了，忽然间天色呢又重新亮了起来，在老和尚的这个眼前上空啊，就是一大片的这个彩霞，非常的圆满。所以很多玄奇的事情是出自我们慈悲的善心，好好的去遵守这个真正的价值大道，把它演化出来的。这是我深深的一个感受，所以今天也应该是代表过去77万台南市的这个市民乡亲，来跟我们老和尚深深鞠躬，感谢你这样不晓得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来帮我们做这一件这个永恒的大事情，让台南市开的这一条路不会出事情。谢谢。非常谢谢许天才学委员，不仅来为我们添彩、为我们添福，我们接下来请林代化林委员来为我们祝福。我们法界众生啊，这齐心尊敬的天人师净空上人啊，以及我们在座的出家众，以及跟代华一样怀着感恩心、虔诚心来到现场的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末法时代，正知正见的佛法难闻呐、啊！末法时代，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难遇啊！但是你我何其有幸，能够在华藏卫视有这个平台，得遇我们净空上人，也在这个法界卫星这个平台，在你我局限的娑婆世界当中，
能够超越时空，时时听闻政治正见的佛法。这是戴华以着感恩心来到现场祝贺华藏卫士生日快乐。第二个，感谢大家。第二个，听闻我们净空上人的法语，那我想啊，以我身为政治人物来讲，我觉得很难很难。其实这边要跟师父忏悔啊，在如何放下，刚才师父一直在强调，如何放下妄想，放下分别心啊，要有智慧啊来做起。就身为政治人物来讲，我刚才思维这句话是无限的忏悔，无限的觉得好难哦。所以我想啊，这个给我的一个在今天呢这个的语汇，我想我更为坚定，时时思维，时时听闻政治正见的佛法，时时在有空的时候，在我有限的时间当中打开华藏电视，观念的改变就会影响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行动，我们个人行为的改变，也就是在这个教育的熏陶之下，我们的善念的磁场就从台湾发起，全世界的娑婆世界也因而有善的转念。我想这也是师父上人啊，跟各位你我同修，在这个末法时代当中，我们有此机缘。我想就像师父讲的，身为佛教徒，在此时此刻当中，福慧增长，点点滴滴累积资粮，这个迈向佛成佛之道。那在这边戴华再次的感恩啊，我们华藏卫士以及我们的师父，各位同修，你我精进，希望在此机缘之下，法清已成。那在未来的成佛道路上，你我互相的扶持，再次的感恩净空上人，感恩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谢谢林大化林委员的祝福。多看华藏电视台，美貌跟智慧都会同时增加。我们接下来有请田秋瑾田委员来为我们祝福。净空老和尚，各位师父，各位长官贵宾，各位师兄师姐，新年恭喜，阿弥陀佛。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只要醒着就开着我们这个我们的电视台华藏电视台，所以每次到他家去一定会看到我们老和尚。即使到他家只有五分钟，只要看到老和尚慈目祥眉娓娓道来的声音，就觉得不知不觉就心都平静下来了。刚刚听到老和尚谈到方东美教授，我非常的有幸哈，我大学一年级进台大哲学系的时候，那是方东美老师最后一年在台大哲学系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选修方东美老师的课，那我这种哲学系菜鸟还是去旁听哈，真的是一知半解有听听，是有听没有懂了哈。但是呢，方东美老师的这个身影我现在都还记得啊。刚刚听到老和尚说，方东美老师特地为老和尚开课在家里啊，为他一个人讲课，我真的非常的羡慕那这个方老师不愧真的是慧眼识上人啊。那老和尚这个今天就像刚刚林黛华委员讲，在末法时代哈，这种我们佛法是大家共同追寻的力量。我的先生也是以前念辅大哲学系，那他当年也背了很多佛经啊。他到现在还会背心经，有一个朋友一直劝他出家，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知道尘缘未了哈，我在等他。后来他没有出家，不过呢，他在整个从政的过程中间，他对于佛法，对于佛经他一直都非常的关心。最近他因为中风，而且这次中风是非常严重的大中风啊。是他因为那个心律不整的
血栓流到大脑去，所以幸亏及时哈，这个血栓溶解剂打下去，现在行走坐卧都没有问题。不过他在住院十天的过程中间，我就看到他开了我们华藏电视台，在听老和尚的这个开示跟讲经哈，所以可见我们陈总裁以及我们执行长长期发心奉献，那这个我们华藏电视台对于我们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这些追寻正道佛法的师兄师姐真的是何其重要。那我们世界电视台呢，蔡诗平先生他长期这个主持各种的议题，也非常对我们国家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只要诗平兄叫我谈任何问题，我绝对全力以赴。所以今天特别赶来这个跟大家一起，特别要感谢我们老和尚以及总裁执行长以及各位师兄师姐，我们共同护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台湾更好，让世界更好。在这边祝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阿弥陀佛。谢谢，非常谢谢田俊宇田委员。田委员总是带来给我们返璞归真、坚持正义的理念和想法。那么为了表达华藏电视台对于几位长期支持我们的委员和嘉宾的敬意，我们恭请师父上台。第一位，我们请我们的净空老师父来表达对徐委员的感谢。非常感谢徐委员长期的支持，感谢，也祝徐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净空老和尚来致赠一个谢意给林黛华林委员，也感谢林黛华林委员长期支持华藏卫视台跟教育的理念。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净空老和尚来致赠奖牌给我们的田秋瑾田委员，谢谢田委员长期对华藏电视台的支持。好，我们接下来请老和尚和我们的总裁还有执行长还有三位委员到台前，我们一起合照纪念这历史的时刻。有你的支持，华藏电视台和道德伦理教育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够在台湾这块地方扎根。谢谢，谢谢。